家好，我是地顺聪。今仔日我要来朗读的是一首诗，叫《问答》。对我筹备中的诗集，点乌白片就笑嗨嗨印出来。这本诗集原底是华语，为着配合伫高雄举办的朗读节，我专工翻作台语，才有更多的开口。这首诗到底是伫写啥？免讲遐济，念出来，大家就会知影。问答，地顺聪作。什么是山？土碰起来。厝内，你逐工拍开的门。诗是啥货？地底的字。起讲，窗仔有玻璃无倒，锁有外锁，等待出事的等待，直直就走到死亡。念伊也是拖病，孤不日终。火车到出发拢共款，坐入去就是头一站。生家己哭，死他人哭。